本节目由七品空间赞助播出。七品空间呢是全台唯一一间围棋咖啡厅，主打给棋友们一个舒适的下棋环境，点一杯低消饮品就可以待上一整天，实现真正的以棋会友。除此之外，也会不定期举办交流赛、讲座、职业棋士指导棋等活动。随着疫情渐渐解封，也欢迎各位实际来走走，说不定也会在店里看到小林老师哦。成为七品 VIP 后呢，也会享有更多的福利优惠通知，详情呢可以看底下资讯栏。那么我们正片开始。欢迎收看我的老天鹅冲酒之路，各位好，我是小林老师。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盘棋呢，哇，是一个走复古风啦啊、哦，中国流。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下过这样子的布局？在几年前呢，其实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套路啊。不过近几年呢，因为这个 AI 出现的关系呢，中国流基本上啦算是被淘汰掉了。我记得柯洁前阵子啦有一段时间蛮爱下的啦。那我今天呢就是重新啊回到呢这个古代的感觉啦，走走看这个中国流。那意外的呢出现了一些蛮有趣的变化图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那马上呢我们就进入棋局吧。好，这盘棋呢我是指黑棋啊，那就布阵了一个中国流。那白棋在这里挂完一点啊，是几年前呢非常流行的套路。这个如果你有看过的话呢，那是应该是有点年纪的了啊。通常呢飞完之后是夹完白棋接住，然后接下来呢这个黑棋比较多下法了，可以接住也可以用跳的啊，这个都可以。然后白棋长完的话，黑棋也有尖的啊，也有接都可以啦，反正大概就是走成类似这样的局面，然后白棋再随便拆一个边，黑棋再挂角之类的。这个变化呢在几年前呢大家都算是非常的上手啦。那实战呢我不确定我的这个对手春花秋叶他是没学过还是他自己有研究别的套路、啊、他实战是从这里冲完之后一夹。这个下法我真的是没看过，我有看过冲完一段的、啊、我有看过冲完一段然后再回去接的，这个我有啦。那我是没有看过冲完一夹再一段的变化。那后来呢我用 AI 跑了一下，发现这个图白棋是超烂的，好不好？白棋超烂，但是这个贴我下错了，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抉择一下好不好，这个棋要长还是扳。OK, 321时间到了，我跟大家讲我这个棋我用扳的，差一点点全家死光炮。这个棋要用长的啦，要用长。这个棋如果扳的话呢，对手实战是用跳的，放了我一条生路。我跟大家讲这个棋白棋只要一扳我直接人间蒸发。这个棋真的是哇一层一层的套路啊。为什么用扳的看得懂吗？就是争先手嘛。这个棋等一下一贴啊一夹就要死了。所以呢这个黑棋必须补一手。但是一补的话呢被白棋断完一反打。各位可以看到吗？这几颗我就翘辫子了，七条条了。所以呢实战啊这个棋真的是哇要特别小心，不能扳啊。我在这边也是学了一招啦，因为没有这个定时啊，所以对方下出这个变招呢，我也不是应对的特别的好。那实战呢，白棋是用跳的，跳的话跟这个扳相比就稍微松了一点，所以呢，我就赶快在这里扳完之后一虎啊，把这个左边的断点给补好了。那紧接着呢，白棋跳，白棋在这里先尖了哈，尖完之后一跳下啊，就开始要杀我这几颗棋子。但是与刚刚相比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个黑棋的气啊还是挺多的哦。那实战呢，我是从这里跳进去之后，各位本局要来问大家的就是这个，是一手。跟大家讲，这个如果你能答对，你真的跟鬼一样啊！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这个跳进去之后呢，白棋的吃一手竟然是要尖在这里。尖欸，这尖在这里的。哇，你们有这种感觉的吗？有这种感觉的在底下留言。我完全没有啦，我完全没有。
为什么要尖呢？我们先看一下实战好了。实战对手是用碰的，这个比较符合我的这个思考范围啦，就是变打劫啦。不过这个打劫呢，由于我黑棋自身有本身劫的关系，所以就把白棋打爆了。所以走成这样子，这个黑棋一上来哦，就已经大胜了。最后这盘棋我是赢了，因为前面一上来就虽然有点错进错出，但是至少哎我这个运气不错了哈，就成功的把对方整个脚呢给收纳掉了。那这边我们倒带回来看一下白棋为什么要用尖的啊？因为这个尖呢，第一个黑棋必须补嘛，对不对？黑棋必须冲进去，不然白棋在这边随便尖一尖啊，这个已经活了嘛，这个扑就接不归了啊，也是可以的啊，对不对？反正呢就活了。所以呢，这个尖的时候，黑棋正常应该是要藏进去，然后白棋再景气，黑棋冲，白棋立完一下五口，大家可以稍微自行计算一下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这个白黑棋应该要接住了哈，接住之后呢，白棋已经可以手拔了，对不对？里面形成一个双活的形状，双活跟刚刚那个全部战死那一图相比，哇，相差是非常巨大的哦。所以呢，白棋尖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顽强的抵抗手段。然后 AI 推荐这个棋，黑棋的吃一手，我也是傻住了，是要用几的 ？Oh my god！ 哈哈哈，这也好猛啊！天哪，这真的好猛。不过这个棋我觉得我有可能看得出来啦，应该啦，有可能啦，好不好？这个棋就是因为它不满足藏进去变双活，所以棋一个就是要求白棋说，欸 come on baby， 来跟我打劫吧之类的。不过这边白棋有最好的下法，就是它可以先手拔，它可以先手拔，因为保留上方的变化 ,OK 吗？所以反正呢，左上角这个中国流啊，出现了一些变形的套路呢，与各位分享。那虽然呢、啊，这些套路都是蛮久远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的熟悉一点的话呢，在比赛当中也有可能呢，成为一个奇招。因为现代学棋的小朋友是没有看过这样的下法。OK， 好啦。那今天的棋局我就不分享到这边啦，我是小林老师，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各位，拜拜。